来，我们看这题哈、哦，麻烦你一件事，他说 A 介零到一之间，啊，麻烦你对于这个 log 图形来讲，问你下列叙述哪些是正确的 ？OK， 好吧，这里主要要干嘛？考 log 图形嘛，好吧，我就把图形画出来，先画一个直角坐标轴出来，题目要把 log 图形画出来 ，log 图形有什么特征？它图形都在 y 轴右手边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时候底数 A 介零到一之间，所以说图形往下画下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来讨论一下下第一个特征。他说它为递增函数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这时候底数介零到一，图形往下画 ，x 越大，图形反向越小，所以说应该是什么？递减函数，这样行不行？这第一个是错的。第二个，图形都在 y 轴的左方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图形应该在 y 轴什么右方才正确嘛，所以说第二个选项也是错的。第三个，图形与 A 轴画下去有交点，对不对？对哦，对哦，而且这个交点是不是自己10嘛 ，x 是 1，y 是0嘛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再来，所以说第三个选项是对的。来看 D 选项，低于为 x 大于零，大于等于零，对不对？对数听好哈，什么叫定义域 ？x 的范围，这 x 必须要怎样？要大于零，可以等于零吗？不行。所以说等于零加上等于零是错的，它只能大于零才正确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告诉我正确选项只有谁？只有 C 选项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。所以说麻烦你先把这题把它看一下 ，OK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哈。麻烦比较 A、B、C 这三个数字的大小关系。那你看一下这边哈，来 A 是 1.5，B 是2的两倍 log 以3为底 2，C 是 log 以9为底8。好，比较这三个数字的大小关系，有你看一下怎么比较。哎，在 log 当中，我一再强调底数不一样不好算，而这底数是 9， 这底数是3。哎，告诉我有没有可能画成一样？有，所以说有可能一样就把它画成一样，这样行不行？那问题来了，你要把3变9还是9变 3？ 都可以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要哪一个？老师建议大家好不好？把3变 9， 这样行不行？为什么？我们等一下再来哦，慢慢举例好不好？来看这边，所以说我们把它变成 9， 这样行不行？那你看一下，什么叫 1.5？1.5 其实就是几二分之三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今天我要比大小，我希望把大家都取什么，都把它变成 log 以9为底，所以二分之三我也把它变成 log 以9为底。那什么叫二分之三？当 log 以底数是9的时候，二分之三可以写9的二分之三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，麻烦你把9的二分之三次把它化解，这样行不行？怎么化解？什么叫 9？9 叫3的两次，内外相乘3的三次，所以算出来是几？27是出来了，所以把它带进去，算的 log 以9为底， 27， 这样行不行？再来换这边，我一再强调，在 log 当中喜不喜欢前面有系数在？不喜欢，所以说先把2往后跳，变几次？两次，2两次变几？4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刚刚讲过，我希望把这底数变成几？ 9。 那问题是，老师这个怎么变？ log 有特性哈，当 log 以 a 为底 b 的时候，我把底下 a 这边把两次，把 b 这边两次，答案有没有差？没差哦，所以说我这时候一样，好吧，我把3变9嘛，怎么变？把底下3地方3了两次是几？ 9。 这边我只要4的平方变几？ 16， 是就一样的。所以说大家都以9为底，有看到？所以说我只要比较这些增数的大小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27最大，过来16，过来自己8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A 大于 B 大于 C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麻烦把这边把这里把这样整理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 ，OK？
来，我们看这题哈，麻烦你比较一下 A、B、C 三个数字之间大小关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，哎，怎么比较？你观察一下，这是有 log， 我一再强调 log 当中底数要一样才比较好算嘛。这时候你观察一下，底数一个五，一个二，可能化成一样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底数是五和底数是二，不可能变成一样。但你要小心是吧？因为没有关系嘛。假如说是一个二一个四就有可能嘛，或是一个五一个二十五就有可能嘛。那单单二和五是不可能一样的啊，那怎么办？当底数不一样，没有规则性的时候怎么办？麻烦你直接去把它的值，好不好？把它近似值，直接找近似值比较，这样行不行？怎么说？像这题。你不要吓到，你看一下 A 等于3没问题，你直接来一次5的几次方等于50，因为 log 求次数嘛，所以5的几次方等于50，我一次是5，两次25，三次125，有没有到三次？没有，大概是2点多次，对吧？再看 log 求次数嘛，齁，2几次方等于10，一次是2，两次是4，三次是8，四次是16，有没有到四次？没有，大概是三点多次，所以一看就知道，把它近似值直接算出来，算出来之后，老师可以知道谁最大 ，C 最大，怪 A 怪自己 B， 所以说 C 大于 A 大于 B， 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这题把它看一下 ，OK。